近日，连南苏团战备能力检查评估组一行对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进行了第二次战备能力检查评估。评估组抵达营区后，各业务部门分别对装备弹药、工程施工和卫生医疗等相关工作向评估组作出详细汇报。会后，评估组对营区的一级医院、居住营房和弹药库等进行了现地查看，并观摩了这个分队的营区防卫科目演练。演练过程中，我们快速派出警戒观察哨，对周边情况进行观察和上报，保证忙而不乱，做出快速反应，这样才能保证我方生命及财产受到最小程度的损失。经过严苛的检查评估，最终这个分队再次以全优的成绩总评得到了评估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